如果你是驼背、后背，看上去会更显胖、显老、毁气质。这套日本超火的体态矫正天花板，你一定不要错过。夏天卷死他们。动作一，背部打直，伸出手掌向两侧打开。动作二，双手合十放于脑后向上推。动作三，手臂放松，自然的在身体两侧画图。动作四，将手臂举过头顶，然后手肘向下拉。动作五，用肘部快速夹背。动作六，双手合十在两侧肩膀来回移动，每个动作坚持30秒，来回做3组就行。如果你每天刷牙仍然会长牙垢和牙结石，你可以试试将一点水和白醋放入碗中，然后将牙刷浸泡在里面1分钟，取出后在牙刷上撒上一层食用盐，再挤上牙膏，轻轻刷牙3分钟左右，最后用清水漱口。只要你能坚持5到7天，你会惊喜地发现牙垢和牙结石已经消失了。学会了。我们的肝脏即使切除了一半也能长回原来的大小，但由于肝没有痛觉神经，平时只干活不含泪，所以一旦发现异常通常就是晚期了。大鱼大肉伤肝，喝酒熬夜更伤肝。如果你的朋友口干口苦还有异味，且经常又累又困，情绪易怒，还会出现皮肤发黄、腹胀、屁多等情况，那可能就是肝不高兴了。收到这些信号，你可以给他准备菊花、枸杞、决明子、金银花、甘草、橘皮等等，用85度以上的热水泡开，这些都是肝爱喝的。如果你嫌太麻烦了，这里还有根据科学配比好的独立包装，干净又卫生，每天给他来一杯，保护好你的小心肝。正常情况人是无法连续吞咽5次口水的，这是因为吞咽是一个复杂的反射性动作，连续吞咽可能导致窒息，连续吞咽3次后你会发现无论如何都吞不下去，别轻易尝试。